然后，这个制作年糕的手法呢，就开始传到了我妈妈那里，然后就让我妈妈改良继续售卖。然后直到10多年前呢，我妈在蒸煮传统年糕的时候呢，她就当时候她就在吃着斑斓口味的糕点，然后她就灵机一动，就想到说，哎，同样是糯米成分，她可不可以把这个斑斓年糕呢？ 把这个斑斓口味呢给结合入这个传统年糕里面，然后他就开始动手研究了。失败了无数次，然后就是不是太水呢，就是它的颜色呈现不出这么漂亮的绿色。然后，真的是失败了很多次。那时候我还小，所以也吃了无数的失败年糕，终于呢就有了现在的这一种颜色呈现的年糕。 制作传统的焦糖年糕只需要糯米和白砂糖，但制作斑斓年糕却多了好几道工序，那就是清洗斑斓叶和榨汁，过程需要拿捏好水分的控制，才能蒸出漂亮成型的斑斓年糕。另外，裹香蕉叶也是一门很靠经验和富有挑战的手艺。 制作这个斑斓年糕呢，它主要的材料呢就是这个糯米，还有斑斓汁，还有这个白砂糖，只是三种材料罢了。然后，制作的手法呢和传统的稍微不一样，就是它的步骤呢就是我们要需要收集斑斓叶，清洗斑斓叶，然后把它榨汁、过滤，然后我们需要烤香蕉叶。
然后把香蕉叶清洗，然后把香蕉叶给入模型，然后在这个香蕉叶入模型的这个步骤里面呢是比较挑战性的，因为你要是把那个香蕉叶铺得不好的话啦，它可能会有溢漏出来的风险，然后溢漏出来的话呢，因为由于年糕非常的黏，就会很麻烦，也会造成了浪费。在糖的用量上呢，我们和传统的相比呢会稍微减少了20%-30%的糖分，然后所以吃起来呢就不会很齁甜，但是却不会失去了它的那一份甜啦。年糕成败的关键步骤还和宁可信其有的禁忌有关，尤其老祖宗留下来的叮咛，蒸年糕必须口说好话，在蒸盖上挂上魔草和泼盐撒米可以辟邪气。我们华人也是有很多禁忌的，然后制作，尤其是制作这个年糕，然后就我们就避免小朋友来靠近，因为小朋友靠近的话呢就会可能会乱说话啊，制作一些噪音啊，然后我们也非常担当说是那种孕妇还有带孝的人来接近这一个年糕。这个说法呢是从我阿妈那个年代呢就教导下来的，有没有根据呢，我其实我本人也不太晓得啦，但是我们唯有遵守咯。手工巴兰年糕不像传统焦糖年糕般需要长时间的蒸煮，为了避免其叶绿素氧化，它只需要慢火蒸煮6小时即可。由于他们制作的巴兰年糕不富含防腐剂和添加剂，所以出炉后需要真空包装以延长年糕的保质期。因为添加了巴兰籽，它含有水分，它就更加的不耐熟，所以建议呢室温下最好只是收一个星期，如果是收冰橱的话呢，不是结冰那边呢，就是普通的冷度3-15度左右，一个月收到了年糕之后呢，你把封条给打开，然后就蒸一个15-20分钟呢，然后蘸椰丝吃就非常好吃了。然后这个巴兰年糕呢，如果传统上来说呢，我们会拿来拜神，尤其是送神的时候，送神就是把家里的厨房的那个灶君给送上天神去报告我们家里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灶君呢吃了年糕之后呢就会把好的给报告上去，把不好的给粘住了，说不让他说出来。然后年三十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年糕呢叠高高起来，祭拜我们家里的神还有祖先，把年糕叠高高，寓意着步步高升，然后就希望全年我们家里的一家大小呢都会步步高升。然后呢新年期间呢我们都会去亲戚朋友家拜年啊，到那时候呢我们也会结合两个干还有一个年糕就去拜年咯，然后把这一个特别的年糕给分享出去。手工制作的巴兰年糕软糯可口，即使放凉了也不会硬。再说吃腻了传统的焦糖年糕，换一换口味，你会发现巴兰年糕的诱人之处。口感上呢是大同小异，不过巴兰年糕呢它多了一份巴兰的香气，然后结合那个糯米的香气，还有适当的甜度，还有淡淡的香蕉叶的香气，这一个整个结合之下呢就是非常的好吃，非常的有特色。年糕年糕年年糕，新年吃年糕，希望未来一年能在健康、事业、情感、财富和生活上步步高升，繁荣兴旺。巴兰芳恭祝大家恭喜发财耶。显现视窗采访报道。